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委屈你了，拖吧。妈，小迪，你猜我在哪儿？这不是咱们家阳台吧？你回国了？<笑>意不意外？惊不惊喜？我就在阳台上，你看隔壁吧。快到阳台上来。我真是太惊喜了，妈，你怎么有那边的钥匙啊？我本来就有一把备用钥匙啊，家里乱七八糟的，幸好邻居姐姐收留了你。哦，我现在就过去看你，正好好好感谢感谢人家。哎，等我，我室友已经睡了，妈，妈，你就在这等我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哎呀，你快回去，我妈来了。不是，你妈来了，我回去干嘛呀？快，你轻点。快快快，进去进去进去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 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没有时间了，脱衣服吧。脱衣服？不合适吧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再不脱就来不及了。快点！哎呀，你快点！李小丽，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委屈你了，脱吧。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我配合你。我妈来了，她不知道你是个男的，所以我懂，我都懂。你是想让你妈妈知道？ 你不能回去，毕竟你在外面已经有男人了，并且已经生米煮成。胡说什么呢你？我让你脱衣服是为了把这个给脱了，把我的女装给换上，再戴个假发躺在这儿，先蒙混过去再说。你让我脱衣服就是为了配合你换女装？不然呢？ 拒绝！哎，别！放开！你都脱一半了，你现在跟我说你拒绝？李小蝶，你想让我换女装配合，你想都别想，不可能！怎么办呀？我妈来了，她要是知道我跟个男的住在一起，我就死定了。陆雨恒。 打算借此不救吗？救你也行，不过你得先原谅我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门铃已经响了很久了。哎呀，我妈又给我打电话了，苍天呀，妈妈，你把我收回去吧。 怎么办呀？我真的是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去，别去！小迪，请问我是走错房间了吗？请问林小迪是住在这里吗？是这儿，阿姨，您请进。 李小迪，出来吧。